兄弟们，说一下啊，明天可能直播会稍微晚一点，我要去领个奖，好吧？我去明天要坐车去成都。对面三辅助，哪有？我就跟你说吧，60多星的局挺好打的呀，这人人进来抢辅助，你敢信？好吧，自己打个10多星的局，在这要死要活不肯打辅助，这进来我们家两个辅助，对面家三个辅助，他们凑一块5辅了。领奖应该是晚上，好吧？从哪位我也不知道呀，好吧？这脱离了我这个直播间，我就感觉我是个低能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不打架，不打架，让我刷。中单法王呢？今天打了2码中，感觉就西施赢了一把。对面还挺肉的呀，这不好杀吧？这个不管他了，让他自己下路压吧。上面打起来了，等一手一技能吧。什么孙膑是怎么把他的野怪全抢了？这什么意思？啊，我有点看不懂了，这怎么玩，兄弟们？啊，他怎么还被抓了呀？别带着抓张飞呀，大哥。没个稳定控留不住人，打得好啊，兄弟！完了，下路又要死了。开不到人呢，我怎么打？不知道呀。送了一个。张飞没大还是比较脆的呀，这60多星，就感觉真的现在玩游戏感觉大家都要玩情绪了，兄弟们，是不是？我就不进他们家野区了吧，我把自己的野守好就行了。那心越高，辅助越多，太神奇了。麻了。
直接一进去被弹了一下，弹了一下吼了一波，非常的完美。居然抱团打不过了。离谱，我真是被控的受不了了，我一进场我大都按不出来，这控那控有个鬼用，这个鱼。
他不是有大吗？拿个主宰吧，兄弟们！请求集合，开始撤退。这是有条鱼是怎么不停的被开呢？我真的是醉了，这到底要怎么玩？真的是。应该赢了吧？就使这个孙膑了。带着个惩戒的孙膑。评分第五名。希望
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